一年一度的電單車節又回來了，在疫情之前 Central World 門外每年都有大型的電單車節，疫情之中最嚴峻的時候就停了，現在今年情況好一點，所以又回來了。場外即是 Central World 外面有這個帳篷，下面有這個位，亦都有那個位，之後裡面都有。一開場看到那些電單車是不是很漂亮呢？原來是屬於改裝車來的，有部分是屬於一些名人，有些屬於明星，甚至乎一些改車公司，那裡美輪美換。於是乎，如果大家想說改電單車的話，就可以聯絡他們了。而同場現在看到的就是一些屬於電單車的副產品。一如以往，每逢在這些電單車節裡面，都總會有一些古靈精怪的產品、物品發售。這些產品在香港用不用得呢，我就不清楚了，但在泰國來講就絕對沒有問題的。猶如剛才所說，有如藝術品一樣非常之靚。不過有一件事不好意思的，就是其實這條片是星期五拍的，拍了之後因為連續幾天都有些很正的片段要出，所以這條片就留到今天才出。人家這個電單車節是直到今天星期日的傍晚，唉，真是可惜了。不要緊啦，住在這裡的朋友有緣的看到這條片就去看看，如果不是的話就看了當去了咯，拍給大家看啦。不夠膽說這裡的電單車產品會不會便宜過香港，種類會不會多過香港，但總有些是泰國製造、泰國設計，所以若然這方面的發燒友都值得來這裡看看，看又或者看看我的片啦。當然更加值得看的就是一些的車模了。每年任何大中小型的車展總會出現一些的車模，正所謂鄉居美人嘛，名車與靚女大家都想看。剛才講過這條片是星期五拍的，剛剛第一天 set up 的時候就不是很多人，但估計今天星期日就一定會人山人海，還有很多龍友走去拍女或者影車。所以若然你住在這裡又喜歡看靚女但未必喜歡看靚車的話，都可以來看看，來看看，是的，欣賞一下，欣賞一下一些靚的電單車以及靚女。真的不好意思啊，即小弟其實對於電單車的認識是不多的，不是不多，是完全零的、okay? 在這些場合介紹電單車展，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好，我唯有說一些眼見的一些泰國人駕電單車的現象給大家知道。至於什麼款最新、什麼性能最勁、價錢多少，真的是的 anyway 大家都不會來買的啦，我應該給大家聽到沒用的。於是乎我就說一些有關泰國電單車的冷知識或者資料給大家聽好過啦，好不好？大家都知道泰國貧富懸殊，電單車的事情一萬幾千匹一部也有，成八萬一部都有。而泰國也有不少有錢人是專門加入了一些名牌電單車會，久不久都會穿州過省一起去旅行啊、活動啊，我自己都見過不少。咁你咪話呢啲嘅電單車會嘅成員咧，雖然啲電單車係好名貴，個個有錢人，但係咧就唔會好大支嘢，個個都好有禮貌，亦都唔會話專登同你攣車啊、去拼過啊咁樣，都好守規矩。
其實咧，泰國嘅車展咧，一年會搞好幾次，譬如 Impingmuntontani 搞嗰啲嘅車展裏邊，總會有電單車嘅。咁而零零舍舍亦都有 Paragon 啊、Central World 嘅一啲電單車展，去伊壇咁樣咁啊。咁究竟係咪咁多泰國人買呢啲咁靚嘅電單車咧？係有嘅，係有唔少。當然咧，每個地方都有有錢人同窮人。其實泰國人咧玩電單車嗰班人咧係好有錢，同佢哋唔介意使錢嘅。儘管我未必一部，未必有一部好貴好貴嘅電單車，但係買個頭盔、買件衫嚟著都總可以啩。嗱，香港嘅車展係點我唔知咧，因為冇乜幾好翻香港啊。咁香港嘅車展，因為講話電單車展有冇咁大型咧，我都唔知啊。咁但係有樣嘢咧，喺泰國就話，無論車展又好，電單車展都，大家都可以行埋去影相留念啦，甚至乎坐上都仲得。又或者呢啲 booth 咧，任你坐喺度影相打卡都冇問題，都係啲衫咧，亦都可以試嘅。此外，香港唔知有冇呢個現象咧，泰國就好興嘅。舉例啊，某個人佢沉迷緊某個品牌嘅電單車咁先算啦。咁當呢個電單車品牌出埋啲衫褲鞋襪啊、頭盔啊各樣嘅時候咧，咁大家咧都會慕名去光顧，買埋翻去成 set 個咁，簡直係超級粉絲啦咁。咁而呢啲嘅產品咧，好多時咧都會有優惠俾翻佢嘅會員啊，冇錯係會員啊。原來啊，呢啲嘅電單車品牌都有佢哋嘅車會嘅喎。就呢個檔口為例咧，呢部車一睇知價值不菲嘅，大家都可以坐喺度影相留念，神搞搞震冇幫襯都得啊咁啊！咁其實咧，泰國人咧真係好中意揸電單車嘅。以年青人嚟講咧，十個有八個咧都識揸電單車，有啲學生已經識揸嘅。咁佢通常咧一出嚟做嘢咧，首先就會買部電單車，其次咧就考慮買地方住或者租地方住啦咁啊，因為安步當居啊嘛，有時唔係個個住喺 BTS 隔離噶嘛，咁有時要出入嘅時候，梗係揸電單車方便啦。所以呢度電單車市場咧係好大嘅，啲電單車係可以賣到好平，也可以賣到好貴。現場呢啲電單車有啲真係靚到好緊要，雖然我唔係電單車嘅粉絲，亦都唔識揸電單車，但係見到靚到咁緊要咧，都真係忍唔住要坐上去影下相留念啊！其實今年嘅規模咧，比疫情之前咧係爭緊啲嘅，咁參展商咧都冇咁多啊，但係比去年同前年咧又好好多喎。咁畢竟而家都仲係疫情之中咧，期望明年會更加一次好啦。咁係啊，大家今日呢條片拍嘅時候，正正係星期五啊，星期五啱啱起步，啱啱 set up 啦，咁所以人流就唔太多，兼且咧即係出邊 so call 呢個電單車咧，亦都未嚟到。咁估計禮拜六、禮拜日咧就會更加多發燒友趴曬電單車喺度噶。若然你住喺呢度嘅話，想睇呢啲靚車，記住禮拜六、禮拜日嚟咯喎。